谢谢。
好，现在我们继续开会。那下一位，资讯的委员叶怡津委员，叶怡津委员，叶怡津委员，好，不在。下一位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邱部长。严总，邱部长。立委好。部长好。哎，部长，在我们都知道，小英总统在520的就职演说里面呢、他非常特别强调的，就是司法的改革。啊，总统特别强调说，司法应该要回应到人民的期待。我记得在今年2月的一项民调里面、他说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不信任度啊，对法官是高达84%，对检察官是高达76%不信任，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这个不信任的程度啊，超过路人，就是对一般路边的陌生人，你遇到他啊，对他的信任程度啊，还超过对司法人员的信任，这可见啊，这个时代很严重了、为什么我们司法在一般人民的心目中印象这么差？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事司法改革啊，哇，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那在就部长所管辖的我们的检察体系里面，在10月份要开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里面，我想除了啊，大概我们已经很有共识的废掉特侦组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跟我们检察体系相关的改革事项？第一个，我大概跟这个委员报告哈。那原来总统在就职的时候有提到说，希望在10月份来召开了哈。不过因为这个司法的改革呢，大概最重要的两个政府部门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法务部。那因为司法院的这个院长跟副院长的人事的同意权如果没有过的话哈，这样来召开司改会议可能会有一点不确定性会比较多一点。不确定会比较重要，所以我的判断虽然我们法务部作为幕僚小组基本在做的工作还是有在做，但是呢确定是不是十月开，就算时间不是十月了、那么在未来的改革方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司法改革的几个重点我现在只能做抽象的来讲，因为他这里面就正如您刚刚所提到，他可能有时候涉及是对法院的部分，有时候可能对于地检署的部分，有可能是对于人的养成培训、包括考试的制度、教育的制度，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法务部我们有在收集各地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邱部长的一个挑战，也是你的责任。确实是很大的挑战。就是你这个部分，比如说特侦组的废除，我想大家应该很有共识了。比如说呢，设立一个特别法院，大家都反对了。有很多国家甚至列在宪法里面，像德国宪法都规定了，不能设立特别法院了。那为什么检察体系要设立一个违章建筑，一个特侦组呢？确实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在历经这个二次，没有错，这个他确实就不容许他去设计特别的机构了。那我们当然当年的这个机制上，是因为南韩的这个他们的中央检察院，跟美国有一个曾经特别，但是他们后来都，但是他们都废除了，对，都废除了，所以大概证明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了。因为总统来提名检察总长，那检察总长再去找特侦组的检察官。那这些检察官难免会受到检察总长的意识形态或他的立场的影响。我是检察总长，我一定挑认同我的，我一定敬我家己人嘛。所以啊，特侦组其实啊是严重伤害我们检察体系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啊，我们乐见啊，我也支持啊，我们要废掉特侦组，一定要废掉啊。只是啊，未来的检察体系的改革，除了废掉特侦组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事项？比如说刚部长你讲的，我们检察官的升迁啊，我们人才的培训啊，检察官要不要列入法官评鉴？基本上我们检察官也有在做评鉴的，要列入法官评鉴，甚至于有没有讨论到检察议题的检讨？确实的，我们在检察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毛病？
检察官目前的法官呢、啊，独立审判呢、啊，大概没有问题啦。只是啊，法案哇，就是这个案件审查品质的问题啊，就大家所谓的恐龙法官嘛、嗯。要不然法官呢、啊，他独立审判的空间呢、啊嗯，是确保的。嗯，现在倒是检察官需不需要一个独立检侦查的一个？也就是所谓的检查议题，有没有到需要检讨的一个的一个部分？确实哈，检查议题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运作了哈，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呢，它都不断的在摸索，不断的在改进了哈。那我们台湾过去当然也有所谓的检查议题，不过它有时候，这个二三十年前有时候它过度，有时候它可能不足。那这几年我们看起来的状态是这样，因为我们新进的检察官呢，年轻。但是并不表示他没有能力，只不过他的经验有时候可能比较不够。所以我上任之后呢，我检视过去的状况，我们很多的主任跟检察长都太客气，太尊重我们的检察官。所以呢，有时候呢，虽然有能力，但是没有经验的检察官呢，有时候他就会横冲直撞，那导致呢，有一些的这个滥权起诉的问题。对对对，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上任之后就要求。我们的检察长跟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因为我先提出这些问题，嗯，都是未来啊，在国事会议、司法改革会议里面呢、啊嗯，你会碰到的问题，是也有人质疑啊，要不要来思考检讨检察议题的问题嘛，甚至于检察总长人事的问题，嗯，现在的总长是由总统提名，嗯，那是要改成检察官直选。没有，国外也有哦，就哦，你说哦，你说对啊，会有很多的改革团体会提出这些问题来。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法务部大概要先有一些的立场想法。我大概跟林委员交换一下经验、大概各国大概两个体系的检查制度呢，哈，在美国大概他因为他有联邦跟地方，也有人民直选的哦，对，那他大概有人民直选，州的检察长呢，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是人民直接选的，哦。人民直接选的，那他联邦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总统提名，这个经参议院同意。不过，他们的检察官是被定位为行政官，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检察官基本上宪法的解释是，大法官的解释认为他是司法官。但这个在法界上，所以性质上，在我们国内还是有两派不同的一个看法。对对对对对对。我说部长，大概未来在司法改革上啊，我们法务部会面对到比较大目前大概有这些的一个声音的啊，是啊，所以。部长啊、哦，这个责任重大。我想啊、哦，看到这个民调，甚至我们一般感受到人民对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哦，这种负面的态度、观感呐、啊，实在看的实在很痛心呐、啊。司法是一个社会啊安定的最重要基础了、啊，是社会是非的这一个把关者，一个最后的仲裁。就大家不信任法官呐、啊，超过八成不信任，将近八成不信任检察官。那这个社会难怪啊，人心浮动。这个社会难怪啊，这个不会安定嘛。所以我认为总统啊，在未来他会把司法改革当成他很重要的啊的政绩之一啊，他一定要完成。是啊，所以部长以总统对部长的信任啊，那我们希望在我们未来法务部哈、啊，就在检察官的改革方面啊，能够回应到。就大家的一个期待，能够思考出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改革方案来。好，好，谢谢部长啊。谢谢委员的指教跟建议，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下一位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黄国昌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下一位请林维洲委员。先请主席，好，不好意思，先请邱部长。邱部长，请。邱部长，你好。你好。今天我们讨论关于费特征组的事情哈。我想哦，2013年发生的马王政争那件事情哈、哦，那是特征组压垮特征组最后一根稻草哈、哦，看起来是这样子哈、哦。对，大家完全看到特征组啊、哦、所
发生的这个负面的这种结果啊、哦，所以造成以当时的民意啊、哦、是非常高的比例，不管在法界或是在我们检察官体系，或是在民间，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废特侦组。那个时候2013，但是到现在，再去做各种民调，反而要保留特侦组的稍微多一点。刚刚其他委员已经有提到了，那所以民意是会流动的啦。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哦，2013那一件事件哦，关于特侦组，我想等一下检察长也可以跟我们说明哦。主要被质疑滥权的是两部分嘛，好，我把它归纳起来了。简单讲，第一，泄密嘛，好，违法的泄密，把案情内容泄密给任何人，好，总统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违法的，好，侦查不公开，好，不应该泄密，这是泄密。第二，违法监听，后来也查出来，他一些监听扩大监听，甚至监听到我们立法院的总机啊、哦，都监听了，都被证实，然后是违法，而且是滥权的监听。主要这两件让人质疑诟病了哈、哦。不过呢，其实哈、哦，现在看起来哈、哦，主要是人的问题啦。检察总长哈、哦，前任的检察总长。泄密当然是他自己去做的个人行为嘛，哦，然后违法监听，好，泄密，我们先讲泄密啊，泄密是个人，他这个人啊、哦，他去做了这件事情，倒跟制度没有什么关系啊，任何一个机构都有可能泄密嘛，比如说地检，检察长会不会泄密？他如果要泄密，也会泄密啊，是不是？那个是个人的问题啊，检察长，地检的检察长，他如果知道案情，督导案情办案，他要去泄密，他也就跟特侦组的前任检察长做同样的事情嘛，这个是个人的问题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清楚，他泄密这件事情是他个人的行为违法了，那跟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不是不大概可能有两个部分，可能也是他被质疑的地方。除了您刚刚讲的泄密跟违法监听以外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体制上的问题，总统能不能命检察官或检察总长到他的官邸去，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检察官的定位问题了。哦，这个是一个法律上大是大非的问题。基本上我的看法是不行，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我刚刚提到了他是司法官，所以总统他不应该像部长、哦，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请问部长啊、欸，你可不可以叫检察长到你办公室来？我基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组织法规定，就检察行政的部分，我可以事后的，请他邀请。但是个案你不会问他，不行，我请他来报告。侦查中的个案。我法务长也不能，我所以很清楚嘛。对，如果同样的这样的标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把我们检察体系拿去做政争的工具，哇，这个是更大的问题。所以，2013假设你要提这个案子呢，他大概就是除了你讲的两个以外，另外那两个问题才是我们作为检察官要争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检察长个人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有他个人的因素，不是每个检察长都会这么做。像严总长，他就相当获得肯定的。好，严总长，所以人的问题大于制度的问题啦。如果我持平的这样子讲，因为不是每个人在那个位置就会做同样的事情。好，那其他的机关，不是特侦组，一般的地检、高检、最高检的其他案件，也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如果那个检察长，去做了同样的行为嘛，他也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泄密这件事，或是去报告什么事情，个案报告哈、哦，所以这个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是比较大的成分是人的问题哈、哦。第二点，关于违法监听，请问部长，特
特征组要申请监听票，要不要法院准许？我一样也要。在地院还是高院还是最高院？都像地院。地院对。那会发出这么多的违法监听、滥权监听的这监听票，是到底是法院该负责任，还是特征组该负责任？经过他准许发出来啊，谁该负责任？那基本上两边都应该负责任的、啊，因为检察官受理、请那个司法院上来一下。啊，司法院行政厅。你们怎么审理特征组？请，你们如何？就你知道的啊，因为你也不是在地院啊、哦，司法院来讲这个体系里面，刚刚部长也讲了，这些监听票，特征组也是要经过合法的申请，经过法院的同意，是地院同意的，所以当地院接受到这个特征组发过来申请监听票。你们是怎么核准的？通通不核准，直接就是通通不审理，直接核准吗？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法院受理检察官的监听申请以后，是分案由法官就个案来审酌要不要核发监听票。好，当时发的这么多违法监听的监听票，有人受到惩处吗？有没有被检讨、這個？是你们发出来的。就个案的处理哈，我们尊重法官他本于他的职权来行使啊哈。那到底有没有因为法官看到的只是根据检察官申请的资料来做审酌，那么他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做一些调查。可是监听的本身那个申请通常都有时效性，那么检察官给我们什么资料，如果看起来符合法定的要件，该准就准，不该准就不准。好，你先请回座哈。好，这个时间的关系了哦，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要讲结论。我刚刚提这两点，2013发生那件事情，是特征组压垮特征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主要两件事情：违法监听跟泄密。泄密主要是个人的问题，违法监听还牵涉到法院准许监听票的问题，所以也不完全是特征组的问题嘛。这个是事情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防堵这个这些违法监听，或是滥权，或是行政干预、政治干预。结果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个人操守的问题，以及跟法院有关的违法核发监听票的问题。结果我们来把这个机关把它废除，用这样的方式想要达到杜绝那样的弊病，这个方法跟目的不一定是合乎逻辑啦。我要讲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恐怕要更深层的哦去了解。所以我刚刚说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特别机制呢，他就会产生很多可能的。我还有时间哦，还有一分多哦，所以还可以讲。好，谢谢。可能的其他问题。我插进来。好，现在哦，如果把特征组废掉。所有的案件将来相关的，因为特征组要办了很多大案件嘛，哈，比如说像正副总统、吴院院长、部会首长、上将军官的等等的贪渎案件，这么大的这些案件，将来不在特征组办，发回到地检去办，在地检，我们就能够相信说，针对这些大案子办那么大的人物。这些贪渎案在地检就比较不会泄密，在地检就比较不会滥权。这个我实在看不出来它的合理性。在地检，它会受到干预的更多。如果同时同样有像上一任的检察总长这样的人。这个是人的问题，如果还是有那种人，那在地检，他可能被地检的检察长所干预，也有可能被高检的检察长干预啊，更有可能也会被检察总长所干预，他的案情还是可能被泄密。所以我们到底废特征组，我们把案件这些那么重大的案件放到那么低的层级的地检或是高检来承办，
我们到底真的能让承办的时候比较不会发生这种弊端吗？这个我相当质疑、基本上当然这个委员所提到的，我们不能讲说所有的地检署都不会发生类似的案例，但是呢基本上他至少还有所谓的法院组织法相关内部的所谓的这个监督机制啊，也就是说地检署的问题有高检署或者是最高检来，高检署还有最高检来，那这个是在个案侦办，更多人知道啊，更多人知道案情，高检署的检察长也知道地检在办什么案，地检的检察长也知道他在办总统，然后那个最高检的检察长、检察总长也知道，那不是更泄密的机会会不会更大一点？总比你放一个绝对权力的机构，那的风险跟他的损害，好，可能是更大。这一次真的时间到了哦，所以那个我做结论，所以我认为哈，特侦组我们要更慎重，我们要废特侦组，把这些重大案子放到地检，未必能够防止这些弊病啦，也未必就会比较好。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绝对的权力，让有一个绝对的权力的人可以干预这个绝对，这个他所能指挥的这个单位，比如说叫特侦组，啊，那个人叫总统跟检察总长，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干预这个组织，所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但是我们要检讨的反而是说，检察总长的产生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由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这样产生了这样子的所谓绝对权力结构，是要打破的恐怕是这个，而不是废掉特侦组，把特侦组能办的案子都放到地院，让更多人可以知道，事先知道，让更多泄密的可能，这样来解决特侦组现在所要面临的问题，这是我的结论。恐怕我们要更深层的去检讨检察总长产生的方式。谢谢。好，了解。好，下一位请赵振宇委员。赵振宇委员，赵振宇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陈明武委员，陈明武委员，陈明武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曾运鹏委员，曾运鹏委员，曾运鹏委员不在。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会及本会。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叶一金等21人，委员李俊毅等18人，委员蔡玉宇等20人，委员王定宇等18人，分别拟具法院组织法删除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由于上述四项委员提案均仅涉及一条条文，各位委员如无异议，是否省略大题讨论，直接进行条文讨论？好，同意。好，那现在请宣读提案条文，如有修正动议，请接下来就请宣读修正动议。请参看条文对照表，委员叶宜金等21人，委员李俊毅等18人，委员蔡玉宇等20人，委员王定宇等18人提案均删除第63条之一，宣读完毕。修正动议，
案由针对法院组织法删除第六十三条之一条文草案拟具第六十三条之一条文修正动议如下：第六十三条之一，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未办理重大贪赌、经济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案件需要，得借调相关机关之专业人员协助侦查。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执行前项职务时，得经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之指定，执行各该省级检察官之职权，不受第六十二条之限制。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本条规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宣读完毕。提案人：柯建明、段宜康、蔡逸瑜、郭正亮、尤美女、周春米、张宏禄、管碧玲。宣读完毕。条文及修正动议宣读完毕。现在请问各位委员啊，对于这个条文有没有意见？我们是不是依照修正动议？法务部，我们是不是依照修正动议通过？好，那现在修正动议哈，因为最后第三项啊，原来写的是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本条规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那这样的一个文字呢，现在就是依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法院组织法的第十四条之一，好，也是在这个今年六月修正的。那它的文字是把它改成是用前二项之规定，自中华民国106年1月1日施行。所以我们文字是把它用这样，让它一致。大家没意见？那部长说明一下。我想跟委员会报告一下，这两个有一个差异啦。其实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删除案，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废除特征组，第二个是让原来没有的地检跟高检它可以拥有借调各相关机关的权利。所以我们的修正条文变成是隐含两个部分，所以你如果只有讲前两项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废除特征组一删除通过它就废掉了，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反而是这两项要到明年1月1日才生效，这样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还是要用这个原来修正中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如果你用刚刚讲的前两项自106年1月1日施行的时候呢，那等于当我们三读通过这个修正条文的时候，特征组就在三读通过公布了之后，它就废掉了，它就不是到明年1月1日，这样了解。所以还是要用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字，它就包括特征组要过渡到1月1日才正式结束，这样子，这样了解这意思没有？好。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回到原来的修正动议。那这里再请问一下检察总，这个检察总长，就是如果说这个缓冲期等于是106年1月1日施行，这样子来得及吗？我们全力配合。全力配合，所以你没意见？没意见。OK， 好，谢谢。那如果检察总长没意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照修正动议好通过？好。是。你要不要用麦克风？还是要好这个声明哈，我是反对的哈。那我们反对废除特征组哈，然后也要求就是说，这个如果出了委员会以后，应该要经过政党协商的过程哈。好，那这个林徽州委员的发言哈，列入记录。声明不同意，声明。林徽州委员声明不同意。没有写到就列入记录。好，那法院组织法删除第六十三条之一条文草案已处理完毕。那本案审查完竣，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处理。那本案是否需要交由党团协商？党团协商。好，那就是本案交由党团协商。那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说明。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